大家好，我是史乃丽，欢迎收看我们园艺节目，也欢迎我们的园艺达人 Robert Lee。 欢迎乃丽，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给我们按订阅按小铃铛，会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视频。那如果有关于园艺方面的问题也请给我们留言，那 Robert 会尽快给他答复。今天呢又是我要来拜托你，有一个园艺达人当朋友真好。谢谢。我们家很在佛前呢、都会摆这个富贵竹，好养，对不对？很有诚意。浇点水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个是木比较新一点的。长得好。哎呦，你看看，这是新买了大概几个月的哈。可是呢，这个还没有发生问题。是的。我买了2年的。富贵竹怎么长得这个呲牙咧嘴的样子、有的那个长出来好多新的牙都往下垂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它这个已经拔不出来了，它底下的根，太、哎呦，还是可以。你看，它的长得太长了，这些对，侧枝啊，是不是？没错。哎，那现在。其实这个根不是很健康。哎呦，真的、乃丽，你这个水都不换的？有啊。你看，你这个水可以浇花，当然要换。我一直加水，没有换过。要换、okay ，拔出来换。好，瓶子可以再换的大一点，还切得大一点。对，这个水啊、这个水我保证是臭的。臭的。Okay。 因为它已经，因为我从来没换过水，我都是看到没有水的就加水，没有水的就加水。因为它这里面的水已经过氧，过氧就过优了。过优了以后，它会产生什么？它就变成酵素一样在里面。它会伤害这个，所以说你这些那些植物。长得没力气，就是因为它底下，它心脏不舒服，心脏不舒服影响到上面。对，第一个要每多久要换一次水？差不多一个多月要换一次。这样子啊？对，一个多月。把它通通倒掉换新的吗？不过有的时候你可以看这个水，它不是这种，你们看它这个水，这个水都变成绿色的了，纹了。对呀，对呀 ，OK， 这个不行的。你看这个颜色一变。你就得换但是你要换的时候，你这个水啊，先要怎么样？先要拿去一下子通通换掉。不是，你全部换掉也行，但是你要先把这个自来水放在那边晾个几天。自来水拿去晒太阳。自来水拿去晒太阳。我以前养热带鱼，我热带鱼怎么样能够换新的水，不让它？你知道换新的水鱼会翘辫子的。你就拿去晒太阳。它不适应这个新的水。不是，它自来水啊，它自来水一定要拿去晒太阳。不晒太阳，它里面这些很多化学的成分它消不掉，它只有靠晒太阳。所以你这个要换的时候，你可以把这个瓶子先接着水晒一晒，拿去晒太阳，晒个一两天。这个水拿去晒个一两天，然后再加进去，把那里面水全部倒干。你不但倒干，你还把瓶子稍微洗一洗。OK。对，不然它很快它又悠扬了。这个叫晒一下。原来是有毛病了。对，是有毛病了。对。那现在这怎么办？它长得都枝枝节节的，一直往下倒。我把它们扶起来，它们又倒下来。你学得好像。哎，怎么办？你看我就不容易倒。为什么？吃得胖一点。吃的胖一点，它就不倒了。Okay， 我跟你讲，你这个真的是太细了。太细了、哎呦，可爱啊！细的原因啊，就是因为它养分供给的不是够，这是第一个啊。第二个呢，它的光线也不够。其实我摆在窗子旁边，有一个窗帘遮着，可能光线不够。对，你可以稍微让它光线多一点。还有呢，你知道你们大家种富贵竹都不晓得，富贵竹你要随时的。变换角度，你差不多3-4天或者一个礼拜要变换一次位置，反正这是好玩嘛。这样子它就会长得很均匀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子它才能长得均匀，不然的话它就靠一边长，靠一边长得不好看，光线不够，水质不够差，然后呢再加上你没有把它 round。就是换圈，看到没有？对，太高了现在。对，人是胖，反应还是快。好，那现在我怎么样处理它呢？处理就是枝枝节节的，你送给我，所以我要找医生嘛。你送给我，我就来处理啊。好，其实像这个能歪，这个已经
这已经歪的垂成这样的了，歪的严重了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歪的，对啊，对啊对啊，所以说我在这个地方，我在这个地方啊，我把它稍微做一个处理啊。哎，你不要心疼啊，不心疼。好，哎。其实这剪下来有用吗？当然有用啊！哦，你看都已经长牙了嘛。这不是牙，这是枯。哦，枯。OK。好。哎，这个瓶子好像还是太小了一点。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呦，还可以剪成这样的。对，可以剪成这样。哦。下面的叶子啊，嗯，稍微剪一点，不要泡在水里。它这样还是会长根。当然会长根，就是跟它当初，来的时候一样嘛。嗯。对，来的时候一样嘛。把这叶子剪掉，为什么要剪掉？你不剪掉，它在里面烂，嗯，也是影响，哎，对不对？歪得太厉害，你看，那个，这个歪得太长得太长，太离谱了，哎，歪得太离谱了，所以我在找医生啊，哎，歪得太离谱了，歪得太离谱了啊！像这个差不多将近30公分了啊，不需要那么长，嗯，差不多在这个地方啊，再做一个修剪。你剪的时候要剪有节的节的地方上面 ，OK 啊，因为它这个节就是植物的淋巴腺，嗯，它比较不容易受到感染。这里剪掉，看到没有？好，这个地方就是它的节的地方，有叶子的地方就是它的节。告诉你，这个你看这个节对不对？嗯，底下先去掉，把叶子去掉啊，叶子去掉一点，叶子剪掉。叶子不要泡在水里，重新再插在重新插里面，哦，又变成多几瓶了。对呀，啊，对呀，啊，对呀，啊，慢慢来嘛，哦，慢慢来，不要急。OK， 这样子保证它上面歪七扭八的难看嘛。对呀，啊，是不是？不是主要也会倒哎，欸。是啊。对呀，啊，主要会倒嘛，看没？哎，底下这个都要拿掉。嗯，好，好吧。好，还可以插了，哎，还可以插，还可以。但是我看这个里面，哦，这个这边还有一只，对不对？这个，嗯。这个也可以，嗯，它我现在剪了以后它会发芽的，哦，它发芽了以后啊，嗯，就要照我刚刚那个方式来做，嗯，啊，不要让它就说光线不够，嗯，还有就是说呢它这个啊，这个我看看，这样子差不多在这个地方，你看这有结吧，对不对，嗯嗯嗯，这有结吧，我在这个结的地方啊，嗯，在结的上面一点点剪断 OK，就可以变成两只，留几根，留点叶子，让它有光合作用。OK， 看没有？嗯，哎，有光合作用。这个叶子泡在水里不太好，这样子，每个三盆，哎，每个三只。嗯，看没有？还有啊，还有很多可以把它剪，都太长了嘛。它只要长出好，还长出好多芽哦，看到没有？对对对对，哎，好，我们把这个也处理一下啊。哎，这个你够粗的，啊，够粗的，这样剪掉，这样剪掉以后，它将来在这个地方发芽啊。你就让它发两个，嗯，发两个的时候，你要光线什么都要改变了啊，不能这个光线不够，或者说底下水都变成绿色的，那就太幽了啊，嗯，啊，所以就要换水，要换水，换水，对对对，哦，对，好，看插下去啊，嗯，这等于变成多了好几盆了，这多了好多盆呐，啊，哎，对不对？就多了好多盆出来了嘛。对啊，我看它越长越多，越长越多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。哎呦，几十年以前，哎，这个东西啊，嗯，刚在我们华人圈里面的时候，嗯，我告诉你，大家疯狂的买这个东西，每家都有，哎，尤其是过年的时候，对啊，一定要买一盆对贵族，对对对对对，嗯，对，啊，这样子它会里面会长根。这个叶子先不要剪，因为什么？这个叶子是光合作用，嗯，促进它活。然后底下长根，嗯，你把叶子全部剪光了，它虽然不会死，嗯，但是它生长的速度就慢了，嗯，啊，各位好朋友记得啊，嗯，上面叶子虽然不好看，但是要先留着啊，先留着，哦，那这个叶子摆在这小瓶子不会枯，不会枯，不会枯，慢慢会长根出来。你这个叶尖为什么枯？不知，因为那个不知，就是因为你那个水不，你那个水是让它喊救命，你都听不到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所以它已经差不多。怪不得我说晚上睡觉好吵，哦，原来是他们在喊救命，是哦。那救命喊什么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可以修掉，稍微修掉，怕它有细菌感染嘛。哎，怕它有细菌感染。那你刚才是好人做到底，就帮我该修的把它都修了吧。哎，它有的从底下长出来的，嗯，对啊，对不对？我就拿一个剪的秃秃的回去，没关系，嗯。它都是原来都没有这么多的叶子，这个地方都会发新芽的啊，哦，都会发新芽，都会发新芽。你看，能够该剪的底下也从底下长的芽出来也可以剪啊，哦，这都会发新芽。OK。其实啊，嗯，把它通通剪剪，然后重新发芽。好。OK。可以。可以。我不会心疼。
你尽管解。看到没有，这里就是结，你看没有？哎，这个结，这个也不必要。这个叶子的，我再多买个几个瓶子，再多插几瓶，对不对？很好。看到没有？先这样子，叶子不要全部剪光了，让它光合作用，底下快速长根。每个月换一次水。以前先晒太阳。像这个水啊，它一个月还不会坏。那个太久。因为它底下根太多，大家都需要而且没有呼吸了，挤的没办法透气。没错。这个暂时像个样了。好吧。暂时像个样。你看人家我刚刚买回来的富贵竹，每一根都是这么粗的，对不对？那它现在也慢慢也长芽出来了，我看到。当然。将来也要剪，也要长长的。是。那现在我这个这么细的，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它赶快养胖一点？最重要是先祷告。你有看人下生下来就长这么大的，当然是小，对不对？当然是小 baby， 对不对？躺在那哇哇叫，慢慢一点一点的照顾他，他才慢慢长大。够可怜的，被妈妈拽上来不知道多少次。你看看他这个多粗，跟你讲，他这个当初种的时候，他是分两排，上层你看这个是下层，上层还有最上层。分成三层啊，它让它长得有层次感。所以它这设计的很有概念的。对不对？可是它当初种下去了，我告诉你，恐怕连芽都没有。就是让它慢慢开始长，然后它再修。对。所以上层的看上去高，中层的在中间，下层在下，就是不要让它看到枝干，有一个层次感，它整个都是叶子，漂亮。对，设计的很好。所以啊，你摆在那个。佛堂前面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也要转一转，要转，拿到稍微窗户边，不能晒太阳啊！你阴暗的东西拿最晒的，马上是立马挂掉，晒个一两天，再回去，它就不会，它的叶子就长得很有精，很有挺立的感觉，对吧？好。我看到我这边有一个侧芽，从底下长出来的。对呀。要不要把它也剪掉？不，就让它长好了，让它长。让它长。我全部，其实你回去自己剪，也可以剪哦。自己剪全部，就让它完全没有叶子，重新发芽。重新发芽以后，它长得就是一般高了。对不对？它现在有点参差不齐。对，有学问。你的发音很对，参差不齐，没有参差不齐，你乱。谢谢啊。参差不齐，对。好，很好玩。我的这边今天那个富贵竹终于找到一个园艺老师，园艺医生。不敢当，这个奶奶过虚捧的。还有你这个里面要放一点点益肥啊，你说他这个刚换水了以后，像这刚换水，现在都不要啊。他没长根的时候，你什么肥料都跟种新的芽、种这个新的的植株一样，你不能放肥料的。插枝的也不能放肥料的。像你这个滴几滴益肥，这个也滴几滴益肥，这个水已经换成干净的时候，滴几滴，因为它底下根很多，滴几滴，它马上就冒芽。有营养。它在里面是没有一样，多可怜！你看这么多的根，局限一个这么小的空间。对呀，我这一株可以变成五六盆，对不对？太好了！哎呀，我回去我慢慢再来修。对。我本来想希望他骗他，希望他帮我通通弄个弄好，不上当。你就把它自己回去剪一剪，对不对？可以。对，谢谢。好玩嘛？谢谢。就是你的成就也是在里面嘛。好，谢谢你们的收看。谢谢。给我们按赞。请给我们按赞。